笔哈，纸笔，然后呢，我把我刚才画过的地方，如果你觉得涂颜色非常困难的话呢，那我刚才削铅笔呢，我是用那个刀来削的，我刮在这个纸上的这个铅笔墨呢，那我就用它，这就像是糊椒面一样的哈，然后呢，我就蘸上它，然后我基本上是不用铅笔了，我就是需要那个铅笔。刮下来的那个胡椒粉，然后呢，现在我用这个纸笔呢蘸上这个铅笔墨，然后我现在呢就用它来画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就是整个像这样子，几下就画完了。这个鼻子太突兀了，给它稍微画一下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再来蘸点胡椒粉。好，不是胡椒粉，那个铅笔，那个削铅笔的那个碳芯儿，那个铅笔末。好了，擦上去。好，大家先画成这样。